抓住顾客的心，首先抓住顾客的胃。骗人的生意不长久，长久的生意不骗人。宁愿一人吃千回，不怕千人吃一回。不怕产品没市场，就怕产品没质量。啊，质量是我们的命脉，诚信是我们的原则。我把人活了，已经是第二胎人了啊。美美一美美呀、啊，耶、嗯！哎呀，吃个多肉，再吃羊头。哦哟，多肉，我的妈！嗯嗯。把人活了，羊肚，包的牛肉，太美了。然后，羊。